台南市长黄伟哲示范用台南道地凤梨果干当汤匙，挖着双麒麟，香浓双麒麟搭配酸甜果干，在口中交融出双重美味。为了推广台南凤梨果干，台南市政府与连锁便利商店合作，推出买双麒麟免费送一包凤梨果干，让消费者体验在地美味的创新吃法。我们全家 Family Ice 啊，双麒麟加上我们台南优质凤梨的果干一起结合起来，成为在夏天的尾巴里面最受消费者欢迎的。大家知道台南市是凤梨的最大产地之一，但是全家也是最优质的便利超商之一，两者强强联手，一定能够带来给大台北区的消费者最优质的服务。明年台南就是400年，台南400年，从1624到2024，有非常多的活动，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哦。我们举办了台湾灯会，也办了台湾国际蓝展，所以明年跟今年都是丰收的年。其实在台湾，应该在凤梨的这一块，应该大家知道最著名的一个产区就在我们台南。那台南的这一个凤梨的果干哦，其实这一次特别我们把它以这样单片装来搭配我们的这一个全家的这一个双麒麟，其实它达到一个可能在以往在吃的这过程里面更加的有一个创新，那也给消费者一个这个支持我们在地农产的这样的一个特别上面的一些体验。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凤梨品质优良，产量丰富，产量占全台的15%，凤梨之乡实至名归。今年更以多元加工、延长保鲜期的果干为行销策略，延伸农产品的价值链。我们跟农粮署合作，他帮忙我们做生产履历，跟全家便利超商合作，能够带来这个我们优质的产品的组合，因此在这边透过这个通路，我相信也是未来我们台南很多好的果品、好的这个产品、农特产品行销的一个管道。但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前面这一个果干上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标志，就是我们这个产销履历的标志。好，这个是我们这几年农业部一直在推动的生产安全、安心的以及可追溯性的一个农产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章。那当然，也许后续有一些合作的机会，可以开发一些类似果丁类的，直接加到我们双麒麟里面，好，这样的口感又不太一样哈。8月23号起，只要到全台超过2000家连锁便利商店购买双麒麟，就可以免费获得一包凤梨果干，限量40万片，邀请消费者在夏日一起品尝好运成双旺旺来的独特美味。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